怎么的，成龙？怎么着，大王？没有，我这连线呢。我这来了个十万个为什么。我这来个十万个为什么。我刚开播。啊，我卡，我整一颗，整一颗，赔一颗，我卡个图，卡个图赔一颗。这个图很智慧呀，这班长脸。学刚才那小子，为什么不去做？是一直在做，挡不住。那就本来不就是吗？那你家里面连他妈反诈 APP 都出了，对不对？家里面三番五次告诉你东南亚这些国家有各种危险，这个抖音上也好，是那个快手上也罢，天天新闻告诉你们地方枪支泛滥，乱杀中国人，在那个地方抢你钱，那怎么着？用户你跟傻子是不是冲着3.5块大虾爬子到那个地方了？完了回头你让人骗了，家里派个直升机给你救回来，完给人咣咣来俩导弹，你疯了吧你？哎咣咣搁这呀，问我为什谁么？当土豪啊？那我特别卡图，我好抽烟，我好抽烟。你把这图改成封面吧，你这个图显得你多智慧呀、我这图再啊！往左边点，左边也才智慧。你看，不对，这头，这头，这头。哎，对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我挡一下脸，兄弟们，我搁这冒个烟。哎，你们那边是那个这抓起来那个人，你跟他们分享这消息了吗？谁抓起来了？你不知道，就咱家长去了，带头闹事儿那个，就撕国旗那个被美国警方抓起来了，这事儿黑叉子上闹老大了。啊，哎，不言论自由吗？怎么给抓起来了呢？哎呀妈，这一把不自由了吗？在美国待不了了吧？嗯，完了，政治庇护都不让庇护了。对对，他本身就是黑在那儿的嘛，就是庇护币的嘛，就走线去的嘛，本身就没有身份嘛，妈呀！然后这一把说这回可稀奇了，走线大哥的末日到了，走线大哥，我这边我就不说是谁了，我这边正经买卖的哥们，线下有正经买卖的，买卖关了，就前几天，咱们那个虽然说那个这边那啥也别说太明显啊，就这个事儿，线下给买卖关了，直接干三番市去了，过去干啥去了？过去跟人干仗去了，跟人干仗去，我看谁抢，带着五个哥们，我看谁敢抢，我看谁敢动，我快戴着口罩咣咣上去打人家去，不说了，戴着口罩上去咣咣揍人家，你就在这等看，这些人旁边搁那拿手机录像录啥呢？双方他们录在本地申请的那个资料呢，录资料呢，他不得要资料吗？对，就是为了。不是，前两天我直播的时候我也说了，因为我看一个美国当地的一个律师，可能专门做这一块的，就是专门做马年卡的，我本地是个美国人，我本地专业的，对本地我知道的两拨人买卖关了，一车仨人，一车一个人，四个人过去戴口罩跟我揍人家。然后我前两天直播的时候，我看了一个美国的一个专业老美啊，就美国人专门做这块的一个律师，他前两天那个什么，他专门发了一个视频聊这个事儿，说这一波你们拿马娘卡想做资料的千万别去，弄不好，因为这一波跟平时不一样，不要凑这一波热闹，这一波你弄不明白，美国人搞不好，因为毕竟家里开在美。都开始创位了，对于大老美来说，对于登哥来说，这是个大事儿。你这一波去录资料视频，你是给登哥找不痛快，你不是给咱家，不是给老钟家找，就是一个美国专门他们常规操作、正常来讲，正是站马路上隔空喊话。这种有人过来的，他这是属于像类似于直线喊话的，更有助于他们能拿身份。你所以说你们不在知道这种事儿的时候，不要以为这些啊，你看海外居然还有这种人，他们不是真实这种认知。你看看那个我视频我就不细说了，这视频里面你看看那些人穿着衣着打扮以及他们说的话。以及他们说话的水平，人说话是有水平的，那一张嘴的那个水平，你就知道他是真有东西还没东西。如果说你真的是按照他们双引号理性的探讨哪儿不什么的，你没必要张嘴骂人，
那都爹妈爹妈那么骂，我说不好听，全他妈翻墙大哥，搁本地连身份都混不下来，等九个月到十二个月才拿工卡，这九个月都挺不过去，选手连工卡都没有，上手干活栽上俩爪子，那手跟掌谱跟鸭掌似的，那活都干不明白的选手，他着急要工卡，所以他们就铤而走险去干这活，这不是说他们有什么认知，搁本地都是属于这种驴马烂子。啊，申请个身份回头还给家里都办过，办过来也在本地也是说白了也是底层，也是底层，在国内过那个日子，就孩子爸爸我想吃雪糕，我们看你像雪糕，到美国也是一个水平，爸爸你看门口有个雪糕车，我们看你像雪糕车，一个水平，到这儿他们也是边角料，说实话真的挨揍了，必须挨揍，那肯定得挨揍，说实话欠揍。我今天把立场放这儿，就是这事儿呢，因为啥呢？没到那个我现实心脏病，没到洛杉矶。但凡到洛杉矶，铁子必然有一个小卷毛的，蒙个口罩的，有个黑胖子，贼狠，大飞帅，一顿雨将军飞帅，我指定去。个逼歪，我非得收拾收拾他们，我指定雨将军飞帅他们去，我指定整你到时候，哎，我指定雨将军飞帅他们。这伙人弄巧成拙了，那。他们做资料有点急，想着这一波大搞个大的，人家专业美国律师出来一顿劝说，这波你出来录资料录视频，你是打那个登哥脸，别去，好，估计这会儿。对，登哥总最近总打他们脸，登哥最近好几件事了，不是这事打他们脸，别事也打他们脸。登哥那么自由，这些其实这些大哥心里也不是没有数，那么自由的国度，那么甜美的空气，怎么进那个美国境了以后翻墙先吃带冰碴的那个三明治，搁笼子里面关着，脚上带电子镣铐，多自由啊，完了回头上那去我表个忠心吧，我表忠心啊，我家不行，把给抓起来了。好真是万里，人家都说万里边关天千重险，这是万里边关使劲舔，就舔完了以后让人家那个辣椒水喷一脸。辣椒水给你喷一脸。万里边关使劲舔，到了美国辣椒水让人喷一脸，就是这个水平。哎，真是那啥，他们这些人还有疤的，说这人是谁，搁道上是谁，他家搁哪儿的呢？你等等着吧，没好。有，那黑叉子上不都这边老惨了，光光吧，挨咱家人一顿揍，然后还被美国警察抓起来。白舔了，到美国也不惯他们了，到美国也睡马路。现在这个美国这边挨揍。现在美国这边这些人就是晚上就是搁马路上睡，就搁纽约天天有这视频，哎、就搁马路上睡。你有看黑叉子上吗？咱家这边人也是不差钱，还有顾老黑揍他们呢。你看那视频吗？没看。哎，这是个好主意啊！掏点吧，对，不行掏点吧，找点 nigger， 找点 amigo， 找点 nigger amigo， 好好收拾收拾他们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个好主意。然后何必呢？对，何必自己上？有黑叉上有视频，咱家人雇的老黑。啊，去把他们光光一顿揍，揍完以后美国警察把他们抓了。把挨揍的抓了，这不全他妈整成小胖了吗？这不全变成洛杉矶小胖了吗？光光让人打成圣诞老人了，小胖你们知不知道？洛杉矶知名黄皮洗碗机小胖头一天刚叫完板，说那个搁 B 站可能不知道啊，这段切屏那个视频可能没怎么看。搁洛杉矶，完了我搁别人直播间连线，跟我咣咣一顿对线啊！我到美国，我工作，我需要感恩谁啊？都是我自己辛勤努力付出的啊！完了跟别人连麦说，搁国内那个我们工作都是自己辛勤努力换来的钱，我需要感恩谁？我感恩我亲生的娘，我感谁？感恩谁？啊，贼狂！第二天真就到了第二天，满打满算没到24小时，第二天下午让打成圣诞老人了。打成圣诞老人了，嘴唇打翻翻的，完了鼻子全血啊！美国的警察人太让我失望了，干啥？真的，今年全是笑话，今年这些人全是笑话，有一个算一个的。结果摸女人，摸啥女人？打圣诞老人鼻子干通干破皮了，嘴干翻翻了，美国警察太让我失望了。还有那个甜甜圈油管被封了。知道吧，自己改名了叫区党吗？
自己改名叫屈打，这就是他那个视频我看了也没说啥，啊、就不是哎，我那我好奇了，他们这时候咋站？他们应该站出来骂美国夹头才对呀、啊，平时骂我夹头，这不夹他们头了吗？光夹头，号也封了，人也刷了，怎么不骂他们？怎么不骂美国夹头呢？没有没有反思呢，那块反思。哎呀，这个话我确实是说的过分，反思呢。对，你们这没说啥，他录视频。夹头鹰赶紧来啊啊！苏小贝，哇，我这有活。他那个种族歧视。苏小贝，你等会儿，你点上申请连麦，你等一会儿，我聊完了，我下来就给你开皮啊。你们那个，你们这回那啥吧，下回再看着患者了。你们这回知道搁评论区给人评啥了吧？啊，怎么美国给你那个自由说话的给你给抓了？啊，给你号也给封了，你怎么不骂美国夹头呢？你去嘲讽他们去，骂美国夹头啊！申请半天了，行行行，超妈，我等会儿连你，我这有个叫苏小贝的，还繁体字，我感觉是有活，我先搂他一波啊！我一会儿连你，我先搂他一波。我那啥，好好好，来，